我一年呢沙拉肉啊得吃个二三十块，但是头一回看着沙拉出炉啊，这回大家都知道这是熟的了吧，这不是生的。哎，进去一块看看，开炉啦。啊，哎呦，这家伙，看看，哎呀，看这猪，看这沙拉肉，这是先经过蒸熟，蒸熟以后，然后干燥，干燥然后以后再经过果木的烟熏，嗯，现在闻可大一股那个果木味了。对，这是纯苹果木的啊，这是山东买回来苹果木，你大家看一看啊，这苹果木专用的那个熏肉熏肠的那个木屑，这个是用到黑河是4500一吨。啊，这玩意儿4500一吨。对，4500一吨。你来一趟吧，那个烫不烫啊？应该没烫。哎，这请给我来一块，我一会儿我那么稍等一会儿啊。吃了三年了，头一回吃到热乎的，趁热乎。对，热乎的好切。这早预备好了，就等着吃它呢。白喝的，来一个。这一把口水，这个不行，就是啥热乎那果木味大，果木香味大，神香啊，吃一口满嘴香，说句实话啊，热乎的，比凉的口感要。我好像咱没有招啊，咱回家真热，你买到家以后都正常热完了，跟这是新出炉是一样的。你买回家以后回家热吃一样的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对啊，这个视频拍的，有点长。再见。